我承认，乔老二，我骗了你。啊！我说的是有一些内容，我是骗了你。我说是个女的，对不对？我也不一定。那这么长时间你也没发现吗？这是个奇迹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没发现？好，别闹，别闹，继续说。其实呢，我是个孤儿。你也是孤儿。小的时候被人领养过，然后每一次都被人抛弃，得多讨厌呀，是吧？你才讨厌呢。然后我就决定了，我要当个骗子。啊，这个理想梳理的太突兀了吧？我是觉得，当我有一个保护壳的话，我会很安全。然后就在我行骗的过程中呢，我就认识了真男友。